喂，妈妈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票买着了，能回家过年了啊！不用不用不用，我那个有钱，最近可忙了，天天拍戏呀，现在还拍着呢。什么戏？这宫廷戏，古装的，演的谁呀？我就你大儿子这气质，演的皇上。演皇上配合我一下。皇上驾崩啦！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边杀青了。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，我就看不上你啊！你说我们都半年没戏演了，天天骗你爸妈在那演戏，有意思吧？你知道啥呀？我这叫善意的谎言，就是因为半年没拍着戏了，才应该这么跟家里说。要家里边知道真实情况，得多担心。哎呀，那是我大意了。你这样啊，你把电话打过去，我跟阿姨说一声，皇上复活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差一点儿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是不是捣乱？哎哎哎哎，不是你俩没事的时候就不能多看看书吗？啊，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？就是知识，就是文化，没文化。拿到了。对，就要倒背如流。拉倒吧你，就差一天啊！不是，咱们过年回家那票还没取回来啊？对呀，票呢？不是，我让师萌去取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我给他打电话。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回来了！哎呦，辛苦辛苦辛苦！辛苦啊、哎，这把我累的。啊、你家有水没呀、啊？给我整一有。有，来，我的最爱招财进宝和金罐加多宝。慢点。那个票取着没？取着了。拿来吧。又让我给退了。喂。那么难买的票让你给退了，不是你干什么呀，石萌啊？这票可是天福在电脑前奋战了48个小时才买到的啊！那手点鼠标点出毛病了，你看看。怎么还能把票给退了呢？不是让你去取票，没让你去退票。我都说好了，今年过年回家走我一下。我爸好干，这吵吵把火的，我既然把票退了，那肯定就是有原因的。你们知道我刚才在车站碰见谁了？谁呀、啊？壮导，有名副导演吗？壮导跟我说了，他现在正在筹备一部新戏，哎，缺4个演员，正好3男1女，而且都是主要角色。我一合计，咱机会这不来了吗？咱在北京跑了那么多年龙套，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，我当机立断，咣，把票给退了。不是，那拍就拍吧，也不能把票给退了呀。就是啊，你知道啥人壮导说了，这个戏是过年拍，春节演员不让回家。而且啊，我特意把壮导请到这儿给咱们几个试戏，马上就到。没看，我特意做了一个Angela Baby 的造型吗？师姐，我感觉这事儿靠谱啊，咱就等着一个机会呢。哎行，准备，一会儿啊，咱就施展浑身解数，对，咱就把壮导拿下。耶，要，嘿，靠，八，壮导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哎呀，壮导，人如其名，高大威猛，这一开门，差点给我给撞倒了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欢迎，这还挺热情，是吗？这三位就是你说那三个朋友吧？我好哥们儿，石萌已经把你们的资料给我了。你是方向对吧？对，方向演过130多次影视作品，演了130多个死尸，人送外号打不死的小强。哎呀，是坚强。你是天福吧？对，小伙子形象不错啊。演了32次匪兵甲，32次匪兵乙，这敌我关系还挺平衡。还演过一次大树。大树啊，植物都能演，好演员，好演员。剩下那个是不遇对吧？对，不遇。演过130多个影视作品，129次死尸，还有一次特约。是。露过脸。露脸。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，什么角色？蒙面大盗。我还演过。那戏全在眼睛上了。老好了。还给我这样一下。行了。话不多说啊，咱们现在开始试戏。好，我们现在筹备的这个戏啊，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之间的爱恨情仇。咱们现在试
被人刺了一刀这么个刺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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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演好，方向是吧、啊？行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我这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刘小姐，给镜头，给镜头。刘小姐，给，哎呀，行，哎疼，行，哎，导演得喊咔，哎咔。怎么样？给我都累够呛了。不是，我意思是你是一个演员，你要有镜头感，你得看镜头啊。呀，导演，那我再来一次呗。你别来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这样下次啊，下一个来，回去吧。天福加油。哎，导演。哎，天福，哎，小伙子形象不错，但我友情提示啊，注意镜头感。好，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这同事的眼神好啊！哎，就是你别光看镜头啊，你身后有追兵，不是你够不着，你转过去打。就是我意思，你这样你看血，看血，我意思看伤口。啊？行，哼，导演。你想问我怎么样是吧？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太有镜头感了。哎呀，导演，我没注意啊，我要我再来一次。你别来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下次吧啊！来下一个，导演不遇是吧？哎，这我得提醒你一下啊，主要注重戏剧上的这种张力。张力，你有张，它才有力量，你明白吧？明白。注意把这个反差演出来。好，明白了。好，来，啊，准备，开始。远景，近景，哎呀，哎呀，导演，近景太难拍了。你这也不是拍近景啊，你这坐微镜呢吗？这不，行了，快回去吧。就是我发现大家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。我的想法是，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一些小设计，能把自己的这个人物饱满起来。导演，我饱满。这方面我说的不是身材。我说的也不是身材，是戏。啊，那行，那咱们试一段。好，来。误会了啊。行，来，准备。等一下，导演。你能不能在这边拍？我右脸好看。挺注意自己形象。行，啊，好，来准备。等一下，导演。又怎么了？等会儿你刺我一下。就给你个外部刺激呗。哎，好演员，没问题。来啊，好，来准备，开始。哎呦我。导演，你听我指挥啊，哎，随时准备刺我啊。行。刺！我连我还有点没来。皇上，哎呦，这个设计好啊！你竟然刺臣妾，这一刀竟然刺在了臣妾的腰眼上，可是真真的痛在臣妾心里呀、啊！你还记得那个夜晚吗？大雪纷飞，你我驰骋在疆场啊！你还记得臣妾为你唱的那支歌吗？女人花。还有臣妾被你献的那只舞蹈。哎，哎呦，坐哪儿？哎，就是，大家明白，就是有点差强人意啊。啊。但是不重要，演员更重要的是其他的，就是你和对手之间的配合。啊。为了看看大家的程度啊，咱们现在是一段群戏，这个群戏要求即兴表演。我看讲一个。这么个故事啊，三个儿子劝说母亲支持自己音乐梦想的故事。
没有准备时间，要求即兴发挥啊！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停！你们仨干啥呢？老大、老二、小明，让你们三个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？不行。行不行？不行。那个演员用不用停一下？停倒是不用，但是可以缓一会儿。没事吧？来，继续。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？行。啊啊！一个行字，很好的保护了演员自身不受到任何伤害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即兴表演。哎呀，太专业了，太专业了！来来来，你快下来缓会儿吧，下一个来。打的老疼了，你注意点吧。妈，啊，咱能不能不动手？好。老二，让你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？妈妈，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，在我听起来都像是美妙的音符。什么？抖骚？老二，你别逼我动手。软蜜，都起来发骚。完了，这孩子疯了。骚了，骚起来发疯。好，既然你非要如此，咱俩就断绝母子关系。妈妈，我真的不能没有音乐，但我更不能没有你。我对音乐的感觉就像你爱我一样，他们就像音符中的哆来咪。好，太好了，有效时间内成功的说服了自己的母亲。下一个，加油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小明，妈妈，让你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？妈妈，我喜欢音乐，你支持我好不好？不好。你看，我连倒退都这么有节奏感。妈妈，请你支持我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I believe a boy make a big nose bling bling。给我上一下台。为什么？我只是喜欢音乐而已，难道我连追求梦想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为什么？ I believe a boy make a big nose bling bling。 We will rock you。大家都是好演员，各有千秋，把戏和音乐结合得这么完美，不多见啊。这样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下来了，我现在给制片人打个电话，你们就准备进组吧。成了，哎呀，这个戏我再也不住地下室了，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。我觉得明年咱就能去好莱坞。不是，不管什么屋什么这个，咱得先感谢人家导演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导演，谢谢上导，谢谢导演，感谢丁总，不是你导演，千万别这么说，谢谢导演，咱们这戏不拍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制片方撤资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是我不要钱，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能演戏就行。不是，你不听我说，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。不拍了，就是这个组也就散了。我想回家了，我去买票。我跟你去。我也去。完成当演员的这个梦想，我热爱表演，我想演戏。虽然失败过，但我也不想轻易放弃。是，我们几个条件不好。那就学着笨鸟先飞呗，失败了就鼓起勇气再试一次，跌倒了也没关系，站起来扑了扑了身上的土，不就没事了吗？